点烦啊、哦。AQ 红怒，他多兰盾啊！二级学个大波妞，A 接红怒，W 破盾，AQ 平 A 闪现 A 死。抽一下红怒破盾，我吃炮车。哎呀，这波吃个药。哎呀，炮车没吃着。哎呀哈。有点烦，算了，不吃了这兵。哎，这怎么蓝枪还过来了呢？我们吃个眼儿来。蓝枪闪现了。买一赠一。你不能说人家人马傻逼，你只能说人马救我心切，知道吗？这人马这一波，我给他记一功。只不过这蓝枪比较烦，打这么久了还往上跑。哎我操，还双 buff 呢！我一上来晕住 ，A 接钩，一过来平 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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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路钩平 A， 晕住，双 buff 拿到，耶哈哈哈哈哈哈！完了，我摁错了，为什么把 Q 给摁了？我没摁 Q 啊！直接开大招，晕住点人 A E A 再 A A 接红怒 Q 接平 A， 别想玩了，兄弟。银马看呆了，亮牌，来，五级阿卡丽上来能干嘛？这怎么追上的？我有皮孩，他没有皮孩，我就追上了呗。
40秒有大，石头人4级。日炎又重做了。红怒 Q， 我可以尝试一波，看看这波能不能杀一下这个石头人啊。哎呦！吓我一跳！好烦啊，这个蓝枪。多余闪现，它有大呀。你这害怕他有大招，他给我收了。Rampage。听说这个皮肤鳄鱼手感最差，没有啊，还好啊，我觉得。我们打个红 buff 吧，这银马要红也没啥用，关键是，真没啥用。我觉得我配得上这一个红，你们觉得呢？算了，这波不控了啊！这波控了，队友可能要全死。哎呀，拆塔！我点没点印性啊？完了，这把没点印性啊，点错了。这把怎么没点印性呢？点的攻速。我把这峡谷先锋打了吧，把这峡谷打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上路的塔给它拆了，上路一些塔不然不太好拆，给它拆掉。我把石头人杀了，
A 扣往前走了 ，A 隔绝战斧 ，A E 再 A， 给他没有办法放大的机会，知道吧？让他没办法放这个大招。这蓝枪我等他三秒，如果他没来，我打他三狼。三狼我就给只给他三秒。谁被下当了？先杀阿卡蒂啊！哎，红怒钩，可血战斧。红怒钩，平 A， 杀石头人跟我来，给我回血，闪现晕座，抓我！就这么个250都敢抓我，兄弟，我是没想到的。回家。不回家，拆二塔好了。那咱出个什么呢？来个水银海。外加一手大影魔刀，不得，这显得我们这装备有点烂，我直接卸手。把红打了，然后我们下去支援队友。这波对面明显是要干团啊，跟他们干来。石头人大招还没好呢，跟我干，别怕，随便干。上路兵我都不收了，不要了。跟我收中路兵一样，是可以啊，这射的不错，很果断呐。我大不大？我这大鳄鱼，我一上来，行，这波不应该啊。哎呀，给我卸手打出来了。这波这大树薛威就有点草率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明显他们家人都来了，你杀一个阿卡丽是可以的。如果你再想杀一个蓝枪，稍微费点劲了。而且蓝枪有闪现，关键是。
我们可以直接拆塔无视他。就这么几个玩意儿都想杀我呀？啊，是不是过分了点儿？我觉得你们还没到能杀得了我的地步。那女枪给我搓澡。关键他们家这控制吧不算太足，没有办法控死我。哎呦我操，来呀，来蓝枪，要的就是蓝枪得来呀，蓝枪不来那能行吗？红度扣回血啊，一上来打不了住，大树双杀可以。回家出水银海，大树都不禁夸赞我一句牛逼。把反甲除了，但高手一般都不会讲话的。